带来看的是今天的我是国宝专题，要带您认识撞球国宝林变。他18岁就开始学撞球了，打撞球打了50多个年头，他一身的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。而他的花式撞球更是神乎其技，包括了现今的国手赵峰邦还有柳信美等人呢，都曾经向他拜师请益。而他现在已经75岁，一只眼睛已经几乎全瞎了，但是提拔后辈他依旧是不遗余力。75岁的林变眼神专注，瞄准母球，一出杆浪子回头的花式特技球神乎其技，母球竟然真的回头撞击9号球近带。你几岁开始接触这个动作？18岁，捌这个动作了无？为什么你会一直讲卖这个运动？这球会当遐拍袂落啊，硬要来拍啊，落啊就一两年啦。年轻时无师自通，从开轮撞球开始学起，打下了花式撞球的基础。50多年来始终如一，拥有相当雄厚撞球实力的林变说：“辛苦耕耘就会丰收。”我不白输，我拢差不多高拍两拍，啊，好恶心的球，因为球安那拍我，对，放一球。当今的国手赵峰邦、柳信美等人都曾经向林变拜师请益，即使近年来身体不好，一只眼睛几乎快看不到，但他依旧宝刀未老，总会拨空到撞球馆教学生技巧。他的球技怎么样？很厉害，然后就来这边学蛮多的。将一身炉火纯青的功力不藏私的教授，提拔培训后辈不遗余力。他就是撞球界的国宝老师林变。中天新闻张春华、王月芳，屏东报道。